传念今早起的圣诗，第一首是圣诗二十六首。但愿感谢上帝，咱来唱全首，咱请前奏后完，咱就来唱。
礼拜前请赵牧师带恁祈祷。当心来祈祷，天顶的父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神的主子，搁一摆引召万众人来到你的面前，卖搁一摆恳求你，今日礼拜时，愿你的话真做证据，伫我的心会当根不移，灌溉圣神的话活水，就会通结实累累。那下面礼拜头到尾恭敬交托伫你圣手，愿你接纳。当心在你面前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上主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，着对上主唱歌，称赞伊的名，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，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，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。这时，请咱做伙吟诗来阿罗上帝，新圣诗二十六首。但愿感谢上帝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Thank you.
咱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万事都以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，一切看见无看见的美事，我是名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伊一切世代以前对父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不是受造的。甲父同一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伊为着咱人，甲为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圣神者在圣父玛利亚出世行做人，伫阮丢弥勒多入来，为咱变成个受咱埋葬，照圣经所记载，第三日复活上天，现在坐伫父正边。要伫阴间再来临，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伊个国有强有尽，凡是想事活命的主信是，对父甲囝出，甲父囝同受敬拜，同受荣耀。伊捌做心意讲话，凡是一个是公道、慈道的教父，凡做袂一个为下地洗礼。咱做伙仰头来祈祷，是阮的上主，是阮的儿女，伫主日早起聚集伫你的圣殿，对心底出声吟诗感谢你。你用恩恩惠保守阮，带阮脱离灾害。你使阮喜乐心肝，也使阮平安。欢喜用无数人来款待阮的上主啊！当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要再一摆承认阮拢是亏欠你的罪人，恳求你赦免阮，用基督耶稣的宝血洗清去阮的污秽，阮心中的歹的意念、骄傲。贪心、自私自利、追求浮云的作为，求你帮助阮将这些弃舍，以爱甲基督结连，学习基督的心智，摒空家己，谦卑顺从你的教示甲旨意。是阮的上主，阮感谢你，你借着耶稣基督。已经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来盘刷阮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。感谢你有满满的怜悯。主啊，阮要为着教会内面的少年人祈祷，恳求你看顾阮中间的少年人，因带因的脚步行伫四正的路，保护因脱离迄个歹的，互因热切羡慕你。以爱认捌你，在你内面找到因人生的意义甲盼望。阮要为着阮中间伫病痛中的兄弟甲亲人恳求你，赏赐医治伫因的身体甲心神。软弱的求你扶助，弱智的求你赏赐盼望，信心软弱的求你加添毅力。予阮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，拢牵条你无离，坚心仰望你。信心保惠师啊，求你今早起带阮了解真理，借着你的仆人张牧师对阮开听你的话，用你的话光照阮，用你的真理净化阮，予阮伫邪恶腐败世代。做上主无缺点的儿女，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咱来启应，启应文六十二，是腓立比书第二章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，有得到结礼。
然恁甲圣神有交谊，恁着有相款的心志，和谐感情。唔通自私自利，嘛唔通追求浮盈。恁大家人唔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。伊反转拼空家己，取罗卜的身份。伊自愿谦卑，顺服到死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。安尼，为着敬重耶稣的名。圣人团契诗班来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是主永远。
请咱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：愿伫天里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面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以上，下面咱要请张德林牧师用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来勉励。祝你兄弟平安。今仔日我是受北区大专学生事工的派来到伫咱和平教会，甲郑兄弟请安，也请大家关心北区的大专学生事工，特别伊伫物质上、伫金钱上所欠缺，请咱下伫基督中间来关心，来尝试为阮所欠缺来帮助阮。那今仔日的敬拜，我要用主祷文马太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，咱三个来思想一个题目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何阮？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，咱甲称作主祷文，主的祈祷文。天主教甲叫做天主经，是主耶稣基督亲身教示咱的祈祷。圣经节分别记载伫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，以及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。这些圣经节对基督徒来讲真要紧，咱唔能够当作一个基督的典范来咧看。咱上时嘛，伫教会仪式中间，啊，真侪教会伫礼拜中间，拢用主的基督文做仪式之一来咧使用。但今仔日我就要用这中间的一句话。我的日食今天就给我们，我们三个来想，三个来思考上帝的话。但是我的日食今天就给我们，那个食是什么意思？阿童这字在台语我们翻作食，吃什么意思？在英文翻作饼，过去这字饼还是食，在教理书的中间有无相像的解释，头一种。有人讲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迄个信吼，是咧指圣餐的饼。那假使是做即款的理解，安尼基督文是咧讲，求主应允阮，予阮逐日会当坐伫主的道，甲你同坐道，三界来领受每日的灵粮。有人讲毋是，这毋是圣餐的饼。有人讲这是属灵的粮食，咱逐日随意自行娱乐。足侪项物件，拢需要熟练的粮食来指导，咱要安怎讲，要安怎做，要安怎行，才会当合理做个心意。若是安尼讲，这是表示讲，咱生活每一个层次，拢需要上帝刀来指示阮。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有人讲唔是啦，咱拢袂记得呢。主耶稣明明甲咱讲，我是活命的饼，迄个饼是咧指耶稣基督啦。那是做第三种的解说，意思是讲，咱每一工拢需要耶稣，无论咱倒咧、徛起来，咱咧行、咱做甚物代志，咱拢需要耶稣基督甲咱三个做伙。最后一种，这是一个较我伫犹太人具有迄种的理解法。犹太人相信，到末日的时，要有弥赛亚的宴席。伫迄个宴席，犹太人拢期待家己会当坐伫迄个位。会当伫迄个饮食、伫迄个饮食中间参与一份，所以假使那是第四种，安尼意思就是讲，伫迄个最后上帝主民所参与的弥赛亚宴席，主你唔通袂记哩留一位乎我。这是伫过去的历史中间，咱济济人拢有人咧做即款的类似的理解。
但这款理解今仔日已经无啊，咱唔是做这款理解，咱日食的食足简单，咱个当作一个物质食的物件。咱是讲米，还是面，还是讲馒头，这款食的物件，咱讲是食。那是安尼，阮的日食，阮逐日所食的米，收一碗；阮逐日所食的饼，收一碗。安尼到底这句这句圣经节，耶稣所教咱这个主导文，到底是咧教咱什么？但咱今日要分几点三个来思考，这中间所包含的意思。头一个，阮的日食今仔日何阮？所以这句话咧，甲咱讲，上帝关心咱的身体。我阁讲一摆，上帝关心咱的身体。刘林兄，这伫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中间，一个人去听耶稣讲道。伫迄个时阵，刷的时因发现讲无食物。文道想讲来参加培灵会，了都转去啊，食饭是因家的代志啊，要食中昼顿，食暗饭是因家的事啊。请因转去啊，不过耶稣伫迄个时阵讲一句话：恁互因食。了哩，阮的日食今仔就换，甲咱讲，上帝是关心咱身躯腰骨的上帝。基督教的书有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。看清肉体，看清身体需要，甚至是感觉讲苦待家己、虐待家己，安怎都属灵啦。譬如讲，有一挂修道士，因一天干食一顿，安尼差不多要三十年久，因感觉呢，因足属灵的。有个人超工训练家己无困，一天干困三点钟。有的人伫个碰出来石头顶头过暝，有人困一条医疗啊，唔是困两条医疗啊，互家己较无爽快，因感觉安尼足熟练个。有人跳工消散，有人跳工垃圾，无要洗身躯。所以中世纪有一个足趣味，即卖看下真心笑个代志，讲有人安尼训练家己较无清气，到一个程度，哪行是个虫哪落来。啊，旁边有一些人说，哦，很熟练的。我的日食今天给我们，这句圣经在跟我们说，上帝是爱我们照顾身躯的上帝。上帝关心我们身躯有吃还没有，上帝关心我们的灵魂体。耶稣跟我们说，我们就要为饮食来祈祷，意思是上帝关心我们有吃什么。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出身体宽恕，一个肉体宽恕，是要跟我们说，上帝要跟我们说这样子，身体是真诚的器具，任何一种看轻、藐视、诽谤身体的教示，对，都不是这段圣经所要教示我们的。第二，我的日食今天就给我们，要跟我们说，咱的祈祷是为今仔日的饮食的祈祷。但是，咱来看一句，一字希腊文 ，episousion 这字，这字咱个翻作日食的日，这字伫早期的希腊文拢找无，所以真早一个教父 Oregon 伊就发现这样代志，甚至伊怀疑，这字是毋是马太福音书的杜撰发明的？佮今仔日，恁若去编一挂较重要的时点，比如讲天主教的时点，甚至威廉巴克利的注解，伊拢会甲你讲这样书。而且无限之字，伫早期根本即文献拢找无即句，真侪人怀疑讲，敢有之字出现过？毋过伫最近，伫迄个高管的一个诱骗，因个高管啊，落待伫涂骹啊，挖出来的时阵啊，因为已经安尼纸拢腐去啊。安尼找出来一挂幼幼的幼片，啊，咱会找到一挂物件。啊，中间有一个富人人要去买物件的菜单。啊，迄菜单顶头，比如讲一些米，比一些 epiusian， 啊，些油 epiusian， 啊，一些这个糖些 epiusian， 盐些 epiusian， 外籍都无些，迄毋是日食啦。那是年食啦，甚至嘛唔免的物件啦。啊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咱对这个细细幼片，咱能看出强。咱所咧祈祷，耶稣教示咱的皮肤选这祈祷内面，
你教咱上代志，咱祈祷是为甚物咧祈祷？毋是要食食大青草咧祈祷啦，是为一个基本的粮食咧祈祷啦，日食啦，食物咧祈祷。而且我着想起讲，我捌暂时阵足无用诶，即马较袂啊啦吼，即马也嘛毋敢啦，身体出代志了吼，我着小可有较挣扎啦。我是暂时足无用诶时吼。我拢常常安尼出去的时候，拢将我要到底到底吼，一日分我爱炸啥物物件，两日分我爱炸啥物物件，三日分我爱炸啥物物件，我拢做一张表安尼。啊，若一日分我大概写老花眼镜最爱炸，我开始目睭老花的时候，一摆伫一个足大场的聚会，看了时规个人看无，我才喘者吼，像我即摆嘛小可安尼模糊，都爱足认真真的。啊，那目镜啊，那调都调袂好势。这我都唔知影，然后目镜下人敲电话，等下指导一下无。啊，我圣经诗这爱查唔免讲，我买啊一日分呢，我加一项，一定爱查现金，因为我捌拄过一摆，我要去文山教会正大长青团去，啊，想讲要聚会爱穿一个较整齐的。所以换一条裤，较清气的裤，看起来较好势的裤。换过来时，无想到钱伫迄条裤内面啦。哦，啊，工厂衫拢啊扎在咧，车计程车路啊，时间无啥会话去。我到的时讲，哇，哎，惨啊，无钱。啊，所以我即马伫咧，有那一个 Epiusian， 每一摆我拢会记一个讲，银票爱去扎。啊，迄摆恁若问我，我安怎解决？哦，我嘛想得真心实。都要迄个柯佩龙有一个查某囝，柯佩龙咱中间有人捌伊无？柯佩龙长了哈，伊一个查某囝是歌星徐景淳哈，啊，伊个小妹是静静是吧？还伫静静要过哈，啊，我到伫头前过，我讲哎，张牧师伫遮，拜托个，你身躯顶个钱先借张牧师一个。我想肯定应该有写你啦，啊，若无写你，我后日再想办法用你。哦，啊，像安尼，一个必须应该有的，叫做 Epiusian， 食饭应该有的，迄 Epiusian， 至少食了会饱，迄个物件，唔是咧讲一寡足豪华、足好的迄款的物件，即 Epiusian。是咧，互我目镜拔起吼，我真正是安尼看拢无。他都在丢毒，就是在丢毒奇怪，他这样无啥啥呢？这个祈祷嘛，教是咱，这个祈祷是教是咱为今仔日的临界来祈祷呢。点，耶稣心目中，我想一定想到一些的人伫旷野安尼捡玛纳的代志，出来记记十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，也上帝甲爱因间捡今仔日的玛纳，今仔日食物，重点唔是讲。有为未来食物准备也无，两位兄弟，请咱注意吼。玛纳要爱伊间捡今仔日的物件，重点毋是要捡伊提醒伊讲爱捡有准备明仔日后日的物件无，重点是要讲一项，要对上帝有信心，要对上帝有信心。伫生活中，咱得爱倚靠上帝。所以咱若安尼祈祷，阮的日子今仔日好安，咱是安尼咧求上帝。当囡仔放学回来，当厝里的人拢倒回来到厝，当阮全家拢做伙坐落来时，主恳求你帮助阮，无互阮桌仔顶一项物件都无。第三项，阮的日子今仔日好安，这是咧甲咱讲，每日维持咱生命的物件。拢对上帝来。当基督徒咧读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节讲，因为我的丈夫是你所创造的，我的腹内拢是你创造的。伊是咧讲会当看到的一面，伊是父母生，毋过未当看到的一面，人是上帝创造的。人只有伫信仰的角度中，才会当看到伊是上帝。所有物件，包括伊家己身躯，是将上帝的起源是伫上帝。相反，物件咱看到会当看到一面，包括伫建造
伫扫草、伫野肥，这个过程咱看到是拢有情的。毋过未当看到一面是上帝予伊成立的。所以当咱祈祷讲，阮的日子今仔日何款的时，是咱做信仰告别。我今仔日所得到一切，予我食饱的物件，是对上帝来。所以有一挂人吼，他甲咱想讲，包括我细汉的时嘛，捌拄过即款代志。细汉老爸老母甲咱来祈祷，教会牧师、教会长老甲咱爱祈祷，所以伫去学校食便当的时，咱就祈祷。啊，祈祷的时边仔都有人在甲咱笑啊。嘿啦嘿啦，上帝赐我食，赐我食，赐我穿，赐我欠钱免还啦。啊，这我想加减减拢有人会拄过。我祈祷刷起来，拢会甲讲，上帝赐我食，赐我穿，对。但是上帝无叫我讲欠钱免还，我因为我足爱甲人辩的，辩到大学的时，还搁咧做校队，还搁咧辩论。上帝赐我食，赐我穿，迄个事是个别一项代志。所有一切物件的来源是对上帝来的。第四项，当咱祈祷讲，阮的日子今仔日何款的时，嘛是咧强调，咱的信仰是行动的信仰。对不对，兄弟？咱有想这样代志啊无？告诉咱，若安尼祈祷煞，咱啥物代志都卖做。我唔知啥物人有迄款经验，上帝开恁厝的厝，迄个厝顶吼。对天顶等三明治给你，那有请举手一下。那我是无，我安尼祈祷了，我无看上帝开我厝顶，我厝的厝顶等三明治给我。我想这个祈祷像是咧驾驶咱这项代志，祈祷甲行动是像是做伙，恳求甲上帝。恳求上帝，甲咱欢喜为恳求的去出咱所有一切力，这样物件是做伙。这亲像一个学生咧求伊功课爱好受伤啊！啊，上帝啊，恳求你帮助我啊！我即届考试吼，我国文100分啦，哦啊，英文95就好啦，哦啊，数学看会当90无，上少嘛90吼，啊物理佮化学我那拢90，啊记得煞。伊也无要准备功课，也无要复习功课，啊，功课，但系拢总唔准备。你想伊考试，伊敢考了会好啊未？那像会啊未？未啦，我甲你保证未啦。无讲迄天，忽然间伫迄个时阵，圣神临到伊，规个人全拢戆去，吼！咱单机安尼一直写，写来讲都变100分啦。换一句话讲，当咱咧祈祷讲上帝，我帮助我做咧考100分的时。咱上实是为我会当考100分的应该付出的气力，我要为迄个尽迄个来祈祷，帮助我有迄个气力会当做到够考100分，帮助我会当尽迄个气力来考到90分。祈祷是行动的信仰，这是一直我所坚信的。我安尼祈祷是我要安尼行。咱咧祈祷讲为远远遐。真卡爱人祈祷，是咱要继续关心甲为奉献咧祈祷。咱咧为遐妖恶人祈祷，是我若真正会当，主我若你若肯，我会当，我嘛要帮咱参与伫遐个人，互伊当百咧祈祷。所以我咧祈祷的代志是，毋是干嘴咧念念念，上是是我的行动咧证明这样子。我的嘴甲我的行动是一致的。所以无有上帝，若无上帝，咱啥物都袂当做。但是咱若毋肯甲上帝同甘，就上帝嘛袂当为咱做啥物。这是我深深体会。咱永远爱去讲述上帝丰富甲人个打拼，永远是做伙，永远是做伙。即敢若咱和平教会咧祈礼拜堂个时，咱也直接祈祷讲：上帝啊，赐阮一个新个礼拜堂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咱什么都无要做。我想这个礼拜堂未伫咱中间啦，一定是这一人祈祷、奉献、关心、帮咱，这个礼拜堂才会当伫咱的中间。迄、那个祈祷才伫咱的中间正。那我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头一项是咧讲上帝关心咱的身躯，第二项是咧讲。上帝关心咱的邻舍，第三项是咧讲，
咱一切物件是对上帝来。第四样来讲，行动甲祈祷是一致的。最后一个，我要讲，当咱咧祈祷的时候，是表示讲，咱嘛欢喜帮助遐欠缺的人，欢喜帮助遐欠缺的人。我的日子今仔日给啥物人？给我是吧？给我啦！咱袂记呢，咱咧祈祷是我的日子今仔日给我呢。这我是包括我在内，甲以及我周围一切的人，包括遐欠缺的人呢。咱即句读甲伤熟个，读甲咱袂记哩，讲是互阮吼，毋是干互阮尔呢？互阮和平教会每一个人呢，互阮和平教会佫出去外面的人呢，甲台北市的人呢，甲台湾所有一切的人呢，包括在内呢，咱安尼才是用即句话咧祈祷呢。耶稣并无教咱祈祷讲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我，无，伊讲互阮。这个世界真侪难题，常常毋是伫供给物件、必需品欠缺，反倒当是伫分配顶头出问题。安尼祈祷是要教示咱，永远毋通自私啦，咱毋通干想着家己，无想着别人。咱会当通过帮助别人，特别遐比咱较欠缺人，帮助因来参与伫上帝答复人的请求这个过程。我会想起一个阮家己吼，头拄啊美玲姐吼，你讲伊家己人，我想起阮一个家己人吼，不止出名，啊，这个伫我的成长过程中间，这个人的故事嘛，不止鼓舞我哈。啊，这个人叫做陈老英，陈老英啊，咱中间若捌陈老英这个人的人，请举手一个，陈老英。无半个人啊！陈老诶，1859年吼，即足早吼，老爸着怪病啊，散尽家财。后来宣教师 Peter Anderson 吼，啊，甲医治啊，然后教伊安怎做医生，然后伊转去到家己开一间病院，啊，迄间病院互伊赚不止侪钱。啊，陈老诶开始有钱了后，我当要讲伊有钱了后的故事。伊有钱了后，伊做真济帮助别人的故事，啊，互真济人真少年。头一项，1906年，家己教会，就是即卖家己东门教会。因为日本人重新划迄个家己的市区，啊，去掉路，啊，结果怎啊卖掉要定期迁去伫别位的时阵，啊，伊怎将伊的厝借家己东门教会住会，伫因厝住会12年。啊，这种不知甘心的事。第二，伊参与伫六万教会的起礼拜堂，六万教会底下开始有一个叫做江大兵，啊，厝里着鬼，我要惊死。啊，当有人来报告陈老爷这代志的时，安尼，伊就去帮助伊，啊，伫六万起成教会。第三，陈老爷大概互人上介绍念的，就是伊真热心公益，啊，常常去帮助遐艰苦人。1904到1906，家己大地动，我阮家己大地动是出名啦吼。伊拢差不多常常大声摕真大的钱，啊，伫遐帮助遐受地动的受灾户。所以伊伫日本时代有摕过日本人的奖，迄个勋章啦吼。1914年，林献堂啊，去台湾人的中学台中一中，而且真侪人知影。不过林献堂不是家己一个人出钱，林献堂是招真济台湾人遐士绅做伙出钱。啊，即个台湾人的士绅中间一个就是陈老英。最后一个我要记罗万德长老。啊，到罗万德长老因为较后壁，咱中间捌罗万德长老的人举手一个，家己算多些。好、哦、有啊，吼、哦。好啦，晓得。我讲起台湾教会史的人物拢无，好，我再也带一个嘛。罗万德长老是我的老师啦，所以这什么？我这么是在讲，我这么你讲的这个人是我的老师的老师了哈。陈老英啊，去医治罗万德长老的爸爸罗文秋。啊，罗文秋过身了后，安尼
因为安尼欠真济，欠真济医药费，啊，上时，这个厝人一无所有，啊，尾啊物件贵个拢总卖卖，最后剩五块银。啊，囡仔要栽培、读册、食饭，拢总无钱。但老人听到人讲，啊，来阮厝住。哇，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讲，伊伫因老爸医生哦，到尾啊，讲你无钱，好啦，剩个欠个拢唔免，唔拿安尼，将恁囡仔拢带来阮厝。啊，栽培罗万德，读中英中学，过来台北医专。台北医专了后，去家己做医生。啊，然后都要台大医学院成立，啊，然后倒转去台大医学院啊，读医学博士。罗万德是台湾台北本地的出产的医学博士的第一个，伊是第一个医学博士。啊，我常常咧想这个故事吼。罗万德顶落成立阮家己百姓教会，因两个阿公阿嬷遐拍拼伫阮家己百姓教会，啊，成立主义落啊，教是阮即款个囡仔，啊，伊个顶头还佫有另外一个人咧帮衬伊大汉。我安尼伫即个时阵，我会感觉讲，历史就是安尼一代佫传了佫一代，啊，一棒佫接一棒安尼。我咧想伫即个人的过程，即个人的生活过程中间，伊是真会晓安尼祈祷的人。阮的日子今仔是好阮的人。伊毋若讲我做咧做医生来已经有够额，我无欠啊，安尼就好。伊会想讲，啊伫我周围中间，我所会当帮衬到遐有欠的人，到底是啥物人？无想到伊帮衬到一个罗万德帮衬到一个张德林。我期待有一天张德林，我那有帮衬一个，有一天有迄个人，我来当徛伫遮讲，啊，我的老师张德林，我唔知啦，但是我咧想教会事，敢毋是安尼一代一代写落来？教会一挂故事，敢毋是安尼一代一代安尼写落来？我上帝帮衬咱，我咧就是今仔日互阮，今仔日学生工作伫这个所在，搁一摆大家拜托。这个机构是北中甲市中合作会的一个学生合作的机构，啊，拢无任何的固定来源，所上大固定来源都是当年的学生组织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北中市中啦，大家讲好，拢卖甲学生中心现哦，学生中心明仔载随关门，哦，啊，甲一寡毕业生团体的奉献，其他差不多阮拢无，阮爱。支付几个学生工作者的社礼，行政当工的社礼，啊，搁团体活动的所有一切需要，所以伫祈祷的内面，啊，甲伫实际行动，阮期待大家真正关心着学生事工，搁一摆甲大家拜托，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迫切以爱，有一个信心、愿望甲真爱的生活。帮助阮毋但信你了定，常是欢喜信任阮的厝边。帮助阮毋但愿望未来上帝国降临了定，也毋望通过阮的参悟，互这个世间加最可较可爱的所在。帮助阮毋但讲阮要疼你了定，常是也欢喜疼世间、疼厝边亲像家己。祝阮若毋是安尼告别信愿望甲仁爱，就阮将共同的活命变作死亡。祝今仔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的纪念主日，帮衬困给你帮衬，阮在座每一个兄弟也常常为学生事工来祈祷，因为青年少年真正是一个人立志要归向伫你，立志要为你献身，常常拢伫这个时阵。阮无忘记你，巴克利伫16岁时写献身书，阮无忘记你，吴威廉伫16岁时阵。伊听到马介演讲，伊志愿要做宣教师。我无比记哩，台湾这些宣教师，拢是20-20岁的时阵，因将因家己将献予你。祝恳求你帮助阮真正关心的学生事工，互阮通过这个工课，个人引带一些人归向你。唔然呢，互一些人将因所得到的一切，拢归应要的你。但阮将今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，祈祷感恩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做伙吟《信心诗》195首。
我的心是土地来回应上帝的话，请咱起立来念。是基督徒感謝上帝恩典的回應。若甘心樂意的人，要經歷伊豐盛的賞賜。咱的奉獻箱佇第三樓甲一樓招待所在。下面我來報告。第一點，本主日是咱北區大專事工奉獻的主日，咱真感謝張德林牧師代表台北大專中心來咱遮敬道、請安佮報告，咱感謝伊。啊，佇咱的周報內面有夾即個大專中心的一個刊物吼，啊，佮有奉獻地啊，請咱等下將咱的即個對上帝的信心吼，佮對人的疼心，咱將关心这个大专的事工，啊，咱对台北大专的奉献，当放伫今仔日周报内面的奉献地，啊，即个奉献教会转到大专中心来做这个大专青年吼、哦、学生的事关怀传福音的事工。第二点，咱今仔日要颁发100年度的下学期的奖学金。今仔日要颁发的有这个李敏轩，
季俊豪、陈延君、郭琴、吴恩琪、高允欣、陈嘉玲、杨木恩、何子林、何林子、吴嘉玲、洪宣云、焦毅，咱请威廉牧师来颁发奖学金。大专有四名吼，季俊豪、陈延君、郭琴、吴恩琪。咱拍鼓啊，来鼓励这青少年啊！啊，希望因在学业顶面会当继续进步。第三点，这个台大病院的爱心晚会要伫六月七十拜日暗时六点半，吼。伫台大病院 D 栋十楼的电梯间，伫遐集合吼，啊先伫遐练习，啊着要伫遐来做咱病院传福音的事工。那有愿意参与的兄弟，请咱六月七十迄天六点半直接到台大病院集合。第四点，青年团契佮青年团契敬拜团有一个联合的敬拜之夜吼 ，It's so real。要请咱全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透过敬拜，啊，佮有即个雅各的故事吼，来体会上帝真实的疼。啊，即时间是六月二十二拜六的暗时七点，伫咱 B One 吼 B One 的即、這个礼拜堂。啊，请咱用网络来报名吼，即马少年拢爱用即个 QR code 啦吼，所以咱用手机啊扫描啊就会当报名。啊，咱的青年真甘心吼，你若前五十名有精美小礼物，所以请咱踊跃来报名。第五点，即、這个查经班的消息，后礼拜日早起八点四十五分。有即个艺术啦，查经班吼，由咱高正杰长老来带领，啊，欢迎退休的兄弟做伙来遮来查考圣经。啊，蔡伯同牧师的创世纪查经班，过来是即个六月十五拜六的早起十点吼，要伫咱五楼礼拜堂查经，请咱来注意遮的时间来参加。第六点，办公室的消息，吼，甲咱牧师的动态，咱蔡威伦牧师后礼拜要休迄、那个年假，吼，休困，啊，即、這个休困的期间，伊的工课会由咱杨朴文牧师来代理，吼，请咱也替咱威伦牧师伫休困的中间有得到好的休困、安息、心神的即个恢复来祈祷。第二点是后礼拜五，即个六月七七吼，即五日节，咱的办公室要休困一日，吼，所以迄天教会无开放，请咱注意。好，以上我来介绍新朋友。咱今仔日有几位新朋友，第一位是即个袁美，袁美，遮吼，袁美姊妹。第二位是蔡明燕姊妹，大家好，欢迎恁。第三位是这个李淑云姊妹，李淑云，
伫楼顶吼，欢迎你来和咱做敬拜上帝。好，搁一张吼，这是一个家庭吼，周祥杰、庄于芳、周宇凤、周宇华。因是咱即个我那长老教会中华应福教会会议吼，因若想要搬山，啊，真欢迎恁来参加阮的教会，老含阮伫遮做伙敬拜，做伙服侍。咱下面用一分钟的时间，含咱隔壁的兄弟请安问好。咱即时要来吟祝福初献的诗，新圣诗394首。即时礼拜伫要煞，咱吟诗煞要请张牧师替咱祝祷，请咱即时起立来吟。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听堂以及圣神的帮助，甲恁众大家三个弟弟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散会。